大家下午好，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神，好吧？这时候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当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众圣徒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们。哇哦，经过了一个星期哈，又回到教会当中。我相信过去的一个星期，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是遇到好的事情，或者是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 Amen。 让我们转向我们的灵舍，告诉他们说，神是你我的盼望。抬手来赞美他，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们向我们左右手的朋友，看着他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唯有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再从头来唱。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
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交给他，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起来敬拜他，把我们双手举起来好不好？心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呈现在主圣面前歌颂你，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美你，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我要
神的荣耀当中，我们就是那位被呼召为的是要来敬拜他的人。当我们在唱这首新歌的时候，愿这样一个歌词里面也成为大家的一个祷告，愿我们将生命献上，为的就是要来敬拜他。生命每个部分你来掌管，心灵最深之处你来浇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主耶稣，甘愿将生命全所有完全给你。全心爱你，全心献上耶稣，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爱乃是因为你先爱我们。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将自己倒空，你虚己来到我们当中，取了我们的样式，
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与你连结，可以再一次回到天父那里。所以主啊，帮助我们效法你，我们愿意将自己虚己，像诗歌所说的，我们将自己完全的献上。主啊，当我们将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就将我们原来的旧我舍下。主啊，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主啊，你亲自再来充满我们。亲爱的主，来帮助我们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你，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跟随，越来越效法，让我们的生命满有你的样式。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紧紧与你连接。主啊，让我们爱你。主啊，让我们基于爱这样子的来跟随。谢谢主，谢谢主，你为我们先呈现一个榜样，我们也愿意跟随这样子的榜样。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神。我们把今天华文聚会交在你手中，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你亲自来安慰每一个在你面前虚心的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求你来引领，感谢神。亲爱的主，把今天的聚会完全恭敬交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阿们阿们。再次感谢神，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参加聚会，也再次感谢神可以在聚会当中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当然也是欢迎在网络上观看聚会的弟兄姐妹，好吧？再一次跟旁边的人打个招呼，好不好？有些人可能你见过的次数不多啊，打个招呼啊，展现你的热情啊，展现在基督里面的爱心。感谢主，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越来越效法他。好，今天呢，我们啊，同样的鼓励大家可以慷慨的来奉献，我们后面有一个奉献箱，那聚完会之后可以啊，将你们的奉献放在奉献箱，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网路上的这个指示来奉献。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启示录，那感谢神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好不好在看启示录听讲到之前呢，我们请婉玲哈为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请大家一起跟我翻到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十一节。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钱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和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 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渗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阿们。谢谢婉玲，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又继续来看启示录，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第五章第
差不多、第五章到第七章，但是第五章我们、上个星期也已经开始看一点点了、就是意思是说第五章的内容、我这样子给你们看，第五章的内容是讲到羔羊被宰的羔羊呢，他配得揭开，或者他配得揭从他手里拿这个书卷，然后把那个漆印揭开、okay? 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刚才婉玲念的经文、启示录第六章，它里面呢的内容是讲到有六个印，打开的时候呢有战争，有饥荒，有死亡，信徒就因他们的见证而殉道，接着就是上帝审判逼迫他百姓的列国和掌权者。我像这样子给大家看呢，是给大家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它是应该是一个段落，我们这样子可以看。第七章呢，它的内容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地上之前，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接着呢是众，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许多人站在宝座。还有羔羊的面前呢，他们身穿白衣，永远在上帝的面前侍奉他。好，这样子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它的内容、它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在地上都掌权。然后呢，地上会 经历一个所谓大患难。大患难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的罪。还有呢，神要骚扰、要搅扰呢人的那种虚假的那种安全感。比如说人觉得自己很有权柄，很有力量、我们很有钱，我们很有权势、我们做君王的，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这些做买卖做生意的，我们 很能够控制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金钱，所以呢 才会发生什么战争的事情，发生饥荒的事情，发生死亡的事情，让你知道呢你不能够掌控你的生命，你不能够掌控你的生命。在这样子的大患难中呢，连基督徒都会 受苦在罪人的手下，我们可能会殉道，或者我们为主的见证受逼迫。所以呢，神就要什么？他就要来审判，他就要来纠正、不好的东西，他要调整，对吗？他要纠正，审判那些恶者，执政掌权的。但是呢，他还没有审判之前呢，他一定会先什么？救赎他属他的人，属他国的人，然后他才会审判会下来。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这样子的一个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呢，你会发现在启示录它一直重复。好，那我们就看今天呢我要讲的主题叫做羔羊的书卷。这个书卷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二节，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一个书卷，它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所以你看好像一个纸、封住，用七个印。那谁配得揭开，他说谁配得揭开这个 书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只有谁？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好，那这个书卷呢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写法，可能我们可以看旧约，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这个篇幅一到十节很重要，它会给你看到上下文，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给你看所有的经文，我只能给你看重点，我放三个经文，就是第三节、第九节跟第十节。这是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
好，这个呢背景呢，第三节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是以西结。以西结在哪里？他人在巴比伦，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哦，你一定要，所以要常常听旧约的一些道，或者你要读旧约，就是这样子的原因。以西结被掳或者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被毁。你看，我们每次想到被掳呢，就是耶路撒冷跟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他们被抓到巴比伦。以西结这个先知是圣殿还没有被毁，他就被抓走了。OK， 那他在巴比伦的时候呢，他是看到神的宝座，好像异象这样呢，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神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我即将要审判耶路撒冷跟圣殿。所以呢，他的角色呢，好像约翰一样，因为约翰是在拔摩岛被抓了，离开了。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跟以西结看的异象好像是一样的，因为他以西结的这个书卷，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个什么？大家一起说，一个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的时候，内外都写着字，你看到了吗？内外都写着字，这里也是里面外面都写着字。那它的内容呢，是其上所写的有哀号、有叹息、悲痛的话。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第五章看到第六章，你就会看到今天刚才婉玲读的都是什么哀号、叹息跟悲痛的话。所以呢，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圣经，我就可以大概让经文引导我去想启示录第六章讲的那个七印揭开的时候的那个大患难是讲什么，是讲以后的大患难，还是讲即将或者已经发生在耶路撒冷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发生的大灾难。所以呢，我读圣经呢，我今天是要鼓励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是用第一世纪，就是这七间教会他们听这篇信息的时候，因为这不是约翰写的书信吗？要传给七个教会，对不对？当他们听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听，他们是怎么去理解，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要理解一个跟第一世纪有关系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呢在经历大患难，从耶稣基督复活在公元三十年的时候到圣殿被毁公元七十年，有四十年之久的这段时间，这四十年之久的这段时间呢，所发生的事情：动乱、饥荒、地震、死亡、战争，都发生在这四十年里面。所以，如果你是第一世纪的教会呢，你听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是这个。这四十年在发生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就不会立刻想到两千年后要发生的事情。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读圣经。 OK， 好，那我们就看第六章的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好，有七个印，对不对？好，谁揭开的？羔羊揭开的。 OK， 所以羔羊揭开印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有哀号、有叹息还有悲痛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是撒旦敌基督他们的权柄。我故意让你看到是谁在揭开这个印，是羔羊。所以我们不要被误导了，不要被误导觉得说发生在地上不好的事情好像耶稣或者神失控了，他们没有权柄了，被
敌人占领了，不是的，这是完全还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OK， 好，那呢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揭开这七个印。我们会很专注在哦，第一个印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印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比较不希望大家这样子的看，原因是因为重点不应该是第一个印第二个印，重点是这个书卷里面在写什么吗？不是吗？它的印是封住，对不对？它主要是要看里面的内容嘛，所以里面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我先告诉大家里面的内容应该是讲什么。所以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每一个印打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我们更应该留意的是书卷中的信息。所以书卷中的信息要等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Next slide 第十一章第十五节我们才可以真的看到。所以我们还有多一两个星期、哦、才可以真正来到这个地方。它里面呢，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我们一起来念，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它里面的内容是要再一次的成名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所有的国都要尊他为王。 OK，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OK， 好，那对七个教会来说呢，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七个教会，你听这样子的信息读这样子的信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第一，耶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我是要用，我今天有五个重点哦，就是你如果是那第一世纪的那个七个教会，你会怎么去理解启示录第五章到第七章或者到第十一章的信息跟内容？ OK， 第二，好，以西结的书卷里面有哀号有叹息有悲痛，对吗？约翰和以西结一样得着从神而来的意象，显明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一样的、哦、其实我们很少、哦、这样子的去看。我一直在最近这两三年我们在这个教会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我这样子的分享。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公元三十年他开始大概三十年服事，对不对？那个时候他知道圣殿在公元七十年会被毁，他发预言，因为门徒说，哇，主啊，这个圣殿多漂亮，他说，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石头会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所以他呢，以主耶稣基督的那种他的那个服事、哦、像是一个先知。像谁呢？像耶利米，像以西结，像以赛亚。因为这些先知呢都一直在告诉他们那个时候的百姓，神的百姓，一直警告他们，警告他们不要再拜偶像了，不要再远离神了，不要再背逆神了。但是他们不听，他们就拒绝耶利米，拒绝以赛亚，拒绝以西结，每一个先知他们都拒绝，连主耶稣基督他们也拒绝。懂我的意思吗？当他们这样子拒绝的时候呢，神的审判真的来到。所以呢，我们的世代、哦、也是一样。我没有自己称自己是个先知啦、哦、我是一个牧师。但是我告诉你，我一个牧师的角色呢跟先知一样，就是一直提醒百姓什么，不要再拜偶像了，不要再背逆神了、哦、紧紧的抓住神，因为神即将要降临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愿意听的人就是跟随神的人，像跟随羔羊的人，神就保守你们。所以他的信息是这样子的，一样的、哦、他的那个内容。好，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呢的六个印。好，所以婉玲已经帮我们念了、哦、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骑在马上是拿这个弓、哦、他便出来得胜又要得胜、哦、他就去一直攻一直攻打。第二个印呢出来的时候是一匹红色的马，第四节他有权柄、哦、做什么呢？夺去，从地上夺去平安。 OK， 意思就是很多的恐惧战争发生。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就是第六节、对不起，第五节揭开的时候、yeah， 第三个印呢揭开的时候呢，骑在上面呢的是一个它的这个马的颜色应该是什么？黑马哈，它骑在上面呢，手里是拿这个天平，天平是以前的那种凉气啦。好，第六节就说呢，那个时候就有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好，一钱银子呢是一天的工资，那个时候一天的工资应该是可以买8升大麦。对不起，八升麦子 ，OK， 但是呢，变成一天的收入只能够现在买一升的麦子，意思就是饥荒的时候 ，OK， 来，就现在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了 ，OK， 我们不算是饥荒了，但是现在 inflation 的时候 ，OK， 好，第四个印揭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灰色的马，它第八节说骑在上面的名字叫死，还有音符就跟着它。你看啊，它都是内容都是讲到死亡啦、战争啦、这个什么饥荒啦。OK， 所以他就做一个总结，他可用刀剑、饥荒、瘟疫，还有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个叫做什么？大灾难，大灾难。OK， 大灾难临到什么？我觉得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从第一世纪的那个七间教会，他们可以想象的是大灾难临到耶路撒冷城。 OK， 好，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样子的大灾难真的是讲到耶路撒冷城呢？因为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讲到这件事情。 OK，马太福音是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是21章。我从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挑选路加福音给大家看。OK， 你回去你也可以自己看。OK， 好，所以呢，就路加福音第21章，其实从第5节一直到24节一样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够给你重点。好，第5节他这样子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基督讲的内容是什么？第5节说，论到圣殿，就是耶路撒冷。好，那第7节门徒就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样子的东西会发生？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所以第5节，路加福音21章5节到24节都在讲会发生什么事情才造成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会被毁。第8节我们来看，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搅扰的事，骚扰应该是骚扰，扰乱的事情，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看到了吗？耶稣说会有战争的事情，会有让你恐惧的事情。第10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看到了哦，
有饥荒，有瘟疫。看启示录第六章，有饥荒，有瘟疫。以西结看到耶路撒冷要被毁，启示录的约翰也，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子看，他也在看大患难，耶路撒冷要被毁。耶稣基督也这样子的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弟兄姐妹，这么重要吗？啊，为什么圣经一直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对我们来说圣殿，没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圣殿。但是对他们来说，圣殿 是神居住的地方，是如果没有圣殿，他们的罪不能够被赦免。如果没有祭司在圣殿服侍，他们怎么，神怎么跟百姓，就是住在百姓的当中呢？这些种种的问题，还有神对摩西、亚伯拉罕、对大卫、对所有先知在旧约的预言，那怎么办呢？因为神不是说他要建立耶路撒冷吗？所以我们才第四章看到什么？我们第四章看到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天像一个圣殿，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看到24个长老，4个活物，宝座上好像至圣所一样，天使活物就好像那个基路伯，那个圣殿的那个柜 ，OK， 圣殿的那个柜的基路伯，神的同在。所以其实神是说，这个圣殿虽然被毁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羔羊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是一次就够了，永远了，不用再献祭了。他就是那位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到父那里去了。所以人，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至圣所敬拜他。神与人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连接起来了，所以这个圣殿就不要了，明白吗？这个圣殿其实呢，它只是拦阻人亲近神而已，神才要这样子的审判，这样子的一个圣殿。这个内容跟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是一样的。以西结问神，其实你可以回去读刚才我给你那些经文，以西结问神，真的要这样子吗？真的要毁掉这个圣殿吗？神对以西结说，我的百姓背逆我已经非常严重，我不得已一定要把这个圣殿给毁掉。你知道以西结看呢，我们 就讲多一点，以西结看到，神带他拉他的头去看他个圣殿里面的祭司，在圣殿里面拜的是种种的偶像，他整个圣殿呢已经是什么玷污了。其实意思就是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祭司们已经在犯属灵的奸淫了，所以神说，我不要这个圣殿了。好，那你说，那耶稣基督的那个圣殿呢？你知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的父，我的父的殿应该是个祷告的殿，但是你们已经把它当成是成为一个什么贼窝，他们在那里买卖鸽子兑换银钱，他们用圣殿来赚钱，他们已经不是在做真正属神欢喜的东西了。所以神说，这个圣殿我也不要。好，那我们来看，如果你是那七间教会，第二个你会领受的信息是什么？耶稣会摇撼这个世上虚假的安全感和自满，带来什么大灾难？大灾难会来摇动我们的虚假的安全感。我们以为有安全感，但是其实是虚假的。所以对七个教会的信息呢，就是
有一次呢，我听一个牧师这样子说了，我就把它写下来。他说，讲道，牧师讲道要安慰受搅扰的人，也要搅扰太安逸的人。所以呢，我也在希望呢，我每次讲道的时候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要安慰什么心灵没有平安的人，要安慰心灵太安逸、太自满、太骄傲的人，要搅乱一下。OK， 好，那耶路撒冷呢？为何会经历大灾难和上帝的审判呢？为什么耶路撒冷会经历大灾难和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已经成了悖逆上帝和基督的百姓。好，我们就看第五印跟，等一下会来到第五印跟第六印。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九到第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呢，我就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都是基督徒了，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主的见证他们殉道。他们就大声喊说，圣洁真实的神，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一个一个的见证人殉道，被杀，被关在牢里。 OK， 你已经因为你死了，你已经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说这些都已经是被杀过，已经被杀的，他们在神的祭坛底下在祷告。我觉得他们的祷告应该是合理的，就是主啊，你还要让你自己的百姓还有多少个要死啊？你不要为我们伸冤到几时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回答哦，你看神的回答很有趣哦，他的回答对我来说蛮不可思议的。他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就是还要等。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好了，我以前读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就想哦，在神的脑海里面呢，他好像有一个 number， 一个 figure， 比如说一定要100万人、1000万人、1亿的人死啊，是这样的意思吗？是这样的意思吗？但是我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就有另外一个想法了。因为路加福音第21章12节说，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第13节，弟兄姐妹，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哦，我读这个部分，我就开始有另外一个想法了。原来神不要伸冤，是意思就是神还不要最后的审判，是目的是因为他要更多的人有机会信他，所以他愿意他的百姓一直不断的为他做见证，一直不断的传福音，甚至呢知道他们会面临殉道的事情，但是神仍然爱惜世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大家都信他，他才说你们要休息片刻，还要等片刻。我觉得这是出于神怜悯的心，不是出于神很硬，就是心 很冷很硬，怎么这样子不爱惜他的百姓，不是。所以如果你是那个时候呢的教会，你会怎么样子呢领受这样子的信息，要安息片刻。我觉得第三就是忠信的圣徒要继续为基督做见证，
直到最后的审判临到。这我觉得是一个对教会的 message。 不管你和我经历怎么样子的苦难，我们传这个福音或者为主做见证，这个东西要继续下去。 OK，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基督徒要怎么去做见证。很多人都会想说，我的见证就是我站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我怎么成功， 我的生意做得很好，神怎么祝福我。还是另外一种见证，就是我面临死亡，但是我仍然为主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也是同样受苦为父神做见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呢，这个穿白衣的，他们会赋予白衣来穿。等一下呢，在启示录你会看到他们这些人是跟着羔羊，羔羊走到哪里他们就走到哪里的这些人，意思就是他们的生命是效法这个羔羊的生命。好，我们继续看第六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我又看见地大炸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 OK， 讲到什么呢？地震、太阳、日头，讲到月亮。第十三节讲到星星。 OK， 坠落于地。第十四节讲到天，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子的话，你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你可能可以很字面的去读，就是真的我们的太阳有一天会被黑，我们的月亮会变红。所以呢，你才会发现很多人读报纸的时候都会觉得，你看看看，哎，七月来了，月亮很红很大力，哦，这个是一个征兆啊，这个是用字面来读。但是呢，有一种另外一个读法，你看到了太阳、月亮、星星、天还有山，这些都是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东西，不是吗？就是神创造的时候。所以呢，神创造的时候是 creation， 这个东西叫做 decreation， 就是相反的，星星掉下来，太阳变黑了，没有光了，月亮本来是亮的，现在变红色了， decreation， 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它是形容呢，形容一种审判，形容一种很翻天覆地的东西发生了，它是用这样子的语言来描绘的。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呢，你不要一直读报纸然后看那个Blue moon, strawberry moon, 什么 moon， 你就会哇很害怕耶稣要来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1章第11节还有20到24节。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也是一种形容方式，你不要以为真正在天上有好像字面的来读。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路加福音，他就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就可知道怎么城荒场的日子近了。所以很清楚的，这些什么什么天啊，什么月亮啊，他在讲的是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军队围绕耶路撒冷城，即将要在耶路撒冷做的东西翻天覆地，像一个 decreation， 因为那个圣殿不是建好了吗？噗，被毁掉了，所有的祭司所有在敬拜的那个仪式都会什么都会没有。那个时候执政掌权的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人也好，文士好，还有祭司长都通通被杀了。
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一节，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了。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听到或者看到军队围绕的时候，赶快离开，因为神的审判已经要临到耶路撒冷了。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都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 OK， 所以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你会看到这里说，这里第十五节说，地上的君王、臣宰，还有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从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你会发现其实可以这样子说，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七个教会，你是那个时候的信徒，你受逼迫，你会看到你的弟兄、你的家人可能 为主的见证殉道，你当然会灰心，但是你一听到这样子的信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了，那个时候会更加惨，你就要坚守你的信心，一直到为止，就是终止到结束。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七章。因为呢，我不是告诉你神的审判还没来到之前，他一定要救赎他的百姓，所以第七章就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此后我见有四位天使， OK， 第二节说，这个天使，我们来看他的身上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印，他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这个很重要，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都不可伤害，等我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就是他们的额头， OK，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万4千，此后我观看， OK， 这十四万四千，来，你来看这个以西结书，以西结第九章也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印，我们来看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 OK，然后第四节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真知是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哪里？他们的额上。谁 有画一个记号在的额上？就是那些看到耶路撒冷城，他们看到人家在拜偶像，他们的心是很痛很痛，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可真知是叹息哀哭的人，就是他们不愿意拜偶像，他们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他们这些人的额就有一个印，因为神即将要审判，对不对？这些人就免了神的审判，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看到吗？启示录跟以西结书是不是息息相关？ OK， 第五节，我耳中听见他们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OK， 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
一起来念，凡有记号的人不要什么挨近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第七章，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有受印，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到十四节，我们就做一个结束了。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的是白衣，手拿棕树枝。所以你看到神呢，他要保守的是以色列人，还有是所有的外邦人，要成为他的百姓。这些人都是什么？不拜偶像的，只拜神的。这些人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属羔羊的人，犹太人、外邦人、希利尼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明白吗？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是个七个教会，你会有什么样子的领悟？第四点，忠信的圣徒虽会在罪人手中受苦，但却免于神的愤怒。你会经过大患难，但是你不会经历神的那个大审判，神的愤怒。好，做一个总结，第七章的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这样子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伏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也的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些呢，已经完全被得救免于神的那个愤怒的这些人，就永远以羔羊跟神在一起，神也覆庇他们，神也牧养他们。对七个教会的信息，第五点就是忠信的圣徒将永远与主一起享受永恒的生命。 Right?所以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七个教会，你领受的信息也是我们今天神跟我们要跟我们说话的信息。所以最后的这个 slide 我们一起来看一到五点。第一，就是耶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第二，耶稣会摇撼世上虚假的安全感和自满，忠信的圣徒要继续为基督做见证，直到最后的审判临到。忠信的圣徒虽会在罪人手中受苦，但却免于神的愤怒。还有最后，忠信的圣徒将永远与主一起享受永恒的祝福跟生命。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Amen。 所以我要为大家祷告，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等吗？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你愿意继续为主做见证吗？你愿意继续的就是忠信于神，不要偏离，一直到最后，直到我们有一天会跟羔羊一起永永远远享受永生的生命。阿们。好，我们今天是吃圣餐的礼拜，我们一起拿出我们的这个饼杯，每一次呢一起来领受圣餐，就是一个被提醒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那个被宰的羔羊，他流了宝血，立了新约，让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可以被神救跟赎回，我们不会，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我们，但是可能我们会经历患难，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不管这个患难是什么，我们最终一定会跟像主一样会有复活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跟我们的福音。所以保罗说，我们一起拿着这个，他说在主被卖的那一夜，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谦卑自己，承认我们的罪。主，感谢你是我们那一次永远被宰的羔羊，你赦免我们的罪，也接受我们成为你的盟约的子民。主啊，让我们大家在信心上都可以再次的坚固，一直到我们与你面对面。也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免了神的愤怒，让我们都可以跟你永远享受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祝福，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主啊，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软弱冷淡退后的，求主透过今天的信息，也透过今天我们可以领圣餐，再次的鼓励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一直不断的怜悯，不要立刻的审判，就是因为你爱我们，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都要希望人人都能够信耶稣是主，得永生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有这样子美好的福音，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也给我们今天的饼跟杯。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一起来吃这个饼。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唱这首回应神的歌，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学习心里有能力。
一起来从头看。我有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谁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祷告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相信虽然我们经过困苦患难，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他也会救活我们。今天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安，就让今天的这篇诗歌还有今天的道安慰你，鼓励你，让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知道你是属神的百姓，你是他的子民，他知道他眷顾你，他知道你在经历苦难，但是他要我们休息片刻，继续为他做见证，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可以透过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他的力量加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一直不断的做一个见证，传这个福音。主，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托，我为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得着从今天的信息得着鼓励跟力量，就像那七间教会的信徒经历患难的时候，他们听约翰的启示，约翰所看到的异象，耶稣基督的启示，会得着的力量跟鼓励加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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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做最后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让我们领受今天的祝福。弟兄姐妹，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属神的百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还有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阿门。
阿们，阿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们今天在一楼有团契的时间，我们可以平安散会。